有什么期待？我是来玩游戏的，他们是来搞笑的。猎人呢？我的一王八壳砸死了。我是女性。抓我的时候一个人上就好了。知道猎人，哎呀，让猎人来呀、啊！危险了，危险了。其实你们也可以抓抓杜淳，他其实也跑得很慢，跑得很慢。运动员嘛，世界冠军比我快点儿，这我还能忍。女猎人抓得多丢人啊，多丢人啊！女猎人抓得多丢人啊，多丢人啊！你觉得这一季的亮点在哪？第二季的话，有女猎人了。人呢？要找他的时候他就不来了。第二季呢，我们的加速队员呢，什么担当的都有，颜值的，比如我。搞笑的小宝。红钢五猎人。哎，那还有男的现在？现在行碰吗？别弄，人大靴子逮你。吓我一跳，你吓我一跳，损惨。你敢答应吗？答应吗？你敢答应吗？敢答应吗？你跟我接电话呀。这个女神的这都有。再换一个。宋小宝也说自己是颜值担当呀。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你们看得出来我比他大吗？好恐怖啊！后备箱打开，一大排呀、啊！哎，来一大排。如果你是伪装者，你会怎么做？我会告诉大家，我就是伪装者。你觉得大家会信吗？林允会信吧。我至少有限。智商有限。对于新加入的队员有什么想说的？想活到最后的话，就来找我。哎呦妈呀！给！我一般会保护他们。海涛，要不这样，我陪你。我现在开箱子了，你赶紧走。慢点，我要翻了，离我远一点。有什么要向我们节目组吐槽的吗？就能不能不要每天早上五点半就开始？可以睡回懒觉，让咱俩绝世。希望节目组多多考虑一下。喂！在乎网友对您的评价吗？年轻的时候很在乎，现在还好，但是提出中肯意见的，你还是会虚心接受。我会是比较有筛选性的，如果真的是诚心诚意给我提出来的建议，我一定会真心去接受。你期待自己成为第二季的队长吗？很期待啊，非常期待。我觉得队长好啊，什么都好，还能发号施令，让大张伟去干个这个，让宋小宝去摸摸那个，多好啊！让杜海涛去没事过泡杯茶，不要脸，脸，不要脸，脸，多幸福啊！很期待当队长，然后带领大家一起玩去。如果你当队长，你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如果我当队长的话，做的第一件的事情，那肯定就是首先先把大家的感情建立起来。太好了，就喜欢一个人来的。哎，这样正好，给你个见面礼。全员加速中我冠军的时候的造型，哎呀，送给你啊！谢谢。才能更好的完成任务，更好的出节目效果，所以我应该会先把这些生疏的加速队员之间的关系
先让它变得熟悉化，让它变得融洽起来。谢谢管家，谢谢管家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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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觉得队长是首先这个是最强的职能。首先这个是最强的职能。黑人希望杜淳更幽默一些。但是我也不会是变得外化的，但是我觉得人还是得有个人风格。如果所有的加速队员都是一个样子，其实我觉得大家的人物性格也都会相撞。所以我觉得什么样的做哪种担当的都应该有。我的家就在就是这个屯，我是这个屯土生土长的人。记忆最深刻的最有趣的事情是什么？我一直从第一季的时候能笑到今天的就是那个陈西欧跟陈沟。陈西欧真的那简直就是人生的那个爆笑极点出在了娘娘身上，关键再加上一个易烊千玺特别呆萌的认真的告诉要找陈沟先生，城外有一个陈沟先生需要您去解救一下。不认识什么陈沟沟。下节目组的罪状，节目组罪状太多了。你说后边站着两个这样的抓我们，吓死了！我拉完之后看都不敢就往前跑。天哪，吓死我了！还给我们双板鞋，还不给袜子，然后让我们跑，那谁能跑啊？我那天还说呢，我说你让导演自己来跑，让他们抓，你看他能跑得掉吗？那几个小时，那脚都快疼死了，基本上都属于腿断了。哇，这时候还有什么偶像包袱？三四点就化妆，凹两个小时造型，第一季凹两个小时造型，一分钟就被抓了。三点多就起床了，就跑了二十多分钟，感觉才跑了五分钟。可是我弄造型弄了两个小时，好不好？还给我戴猪八戒耳的，多惨的，都是他们想出来的。第二季慢慢算账。你对哪位导演有意见？哪位导演啊？那肯定是总导演啊！我不玩了，这个红汤侠这啥规矩？我不玩了。总导演算了，洪涛老师不行，得罪不起。拿许可开刀。下雨，淋着雨录，至少录了四期以上，一边下着雨，一边录，而且我们还是冬天。地又滑，不光我们摔，后边这猎人大哥都摔。开玩笑，你不是在玩我们呢吗？我肯定是对他有很大的意见啊！再也不想遇见他了。